三十七耶，有想过说坐在你那边，如果你不晓得三十七是什么来的，你有去猜，哎，是风水号码吗？哦，这边允许我解释一下哈、哦。所以其实 Reway 呢，哎，有几个大组，而且几个大组就是说全世界哈、哦，八百万人口，八百万有几个人吗？八个 N 啊，就是百万富翁了，八个 N， 大概八个 N， 多过八个 N 了，我们讲八个 N， 对啊。所以公司呢是以号码来分类组织的，就是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号码，就有三十啦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、三五、三六、三七，然后就三八、三九、三九，但是属于公司的。好，所以你知道吗？其实单单一个三十七哦，就占据了公司的总人口的一半了，啊，就是大概差不多四百多万人口了，够力吗？够力。我们就是三十七。OK， 这边强调一下，我们不是什么私会党、啊，对吗？什么号码啦、啊，属于哪个区啦、啊？哦，三十七是遍布全世界的，是 Reway 国际里面、啊、最大的国际组织。哦，而这个国际组织呢，其实它只一个人开始带领的。哦，这个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像我们都可能说，我们可能就是有些人就是吃保健产品为了。爱美嘛，对，有些人可能就是头发要黑一点嘛，对，皮肤要白一点嘛，对。但是就偏偏就是说，也有很多的人是在争取时间的，你懂什么争取时间嘛？就身体有些状况的，哦，说 David 这位领导人 David 哦，他在那时其实是有这样的问题，而且他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认识了 Reway， 但是也不足够，他就决定说在这边开发他的团队。大量的开发，对吧？你看到一个金矿，你会想做一个汤匙挖吗？不会嘛，赶赶的挖，赶赶的挖嘛，挖呀挖呀挖呀，你看那个哪里有金就挖呀挖呀挖，对不对？挖到那里是让它的金山越来越大，而且到现在说，我们全部不只是这边哦，我们都是安德他，都是他的组织的一份子，哦，我们都是三十七的成员，哦，至于他的分享。会是什么？能够给你什么力量？可以给你怎样的启发？我们先看一个视频，然后我再把它接上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视频。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领导人，就必须具备宽阔的胸襟。所以，他感谢超越他的人，让他有机会再次战胜自己。被激发还是被打败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我的答案一定是被击败。这么多年来，我都是这样做的。因为想要，他选择被激发，选择主动出击。因为相信，他成为自己相信的样子，更启发了伙伴，实现他们的梦想。老板曾经跟我们讲过那句话，我们还没有开始。对，我也觉得我们还没有开始，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还要走，我们还有很多空间。这个是我的真心话，也是我的心里话。你问我这里的动力是什么？我看到什么？我看到的就是机会。你问我的目标是什么？我的目标是超越我自己。在这里只有无尽责退的结果，他掌握全局，为自己一战再战。因为立威，我重新掌握了自己的人生。去看，去聆听，去感受，在立威努力，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你整个人生，就像我一样。不会浪费时间，我学习了很多。我们必须要去改变，我们必须要去突破我们自己人生，去改变我们自己本身，多学习，多进步你自己本身一点点。
的秘诀。他就是 Team Supreme Texas Nut Six Rings David Yeo。 各位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 Team 37的创办人飞马九六环 David Yeo。问大家健康重要吗？如果健康重要，举你的那个左手起来一下，左手。如果你觉得金钱重要，举你的右手起来，不要放下来。如果你觉得粮都是重要的话，拍拍你的手。中吗？人生来的这个第一次是不是要健康和财富？很明确的嘛，没有钱可以吗？我跟你讲，没有钱很痛苦。我试过没有钱，那我也试过很有钱哦。那允许我讲一点故事吗？因为这里不可以讲见证，我只是一带过讲一些我的过程。好，开始，开，哦，来这里啊。这个就是，那我们人生来这个地球是来享受，对不对？来希望可以开心。我从小是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，我是一个。不爱读书而最坏蛋的一个孩子来的，因为什么讲？我没有给家人，我没有贡献给家人一毛钱，就是没有帮家庭东西的。生活到27岁那个时候 ，OK， 然后就染上了一个病叫糖尿病，一型糖尿病，因为太贪吃了，一天喝五支到6支可乐，染上了一型糖尿病。隔壁呢一个美女，那个时候我是打工的。打工要娶一个老婆，没有当然要钱嘛。我刚才讲了，我不是一个有钱人。当我们没有钱想娶老婆，很想娶她过门，可是没有钱。我那个时候就染上了糖尿病，然后那个时候没读书也是做出工。人是真的是有意外的，遇到贵人，啊，然后就去做一个销售员，啊，在 Decamarket 卖手表。2年过后呢，就觉得做生意可以赚多一点钱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赚多钱？每个人都是要赚多钱嘛。就在我29岁，我就开了一个自己的手表店。哎，这个就是我手表店的。你不要看这样小小的板，我跟你讲，每天算千赚的。我每天8点去开我的店，忙到晚上11点，每一天赚的钱是有时候偷笑，睡着都会笑，哦。因为那时候为什么我的生意这样好？因为很多马来西亚过来新加坡说，他们马来西亚人回去他的港邦的时候呢，都来买一些比较便宜的手表。我的手表10块20块而已，很便宜耶。可是我赚的是对半的，我一天可以赚几千块的。这个是我爸爸。所以那个时候我赚到钱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有钱装饰我的店，看起来比较像手表店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做生意嘛。短短的5年，开了13间店。大概有50多个员工，厉害吗？厉害。我讲，有时候人要幸运哦，很幸运的赚。我们赚钱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有一个家庭，希望给孩子更加快乐，对啊。希望他们长大过后可以读大学，对不对？希望可以享受人生吃好的东西吧。我就是这样，赚了钱，然后娶了老婆，生了三个孩子，不是我生的，老婆生的啊，生了三个孩子，然后呢？我是买一个政府租最大间在无人，然后又买车，又买船，你看我的生活好不好？很好，跟你讲，我感觉到我很骄傲。哦，那时候我讲我没有贡献给妈妈爸爸啊，可是当我赚到钱的时候，我感觉到我在家里面有价值了，很高的价值了，赚了很多钱了。哇，给孩子啊，要什么都有什么。你问我孩子每个礼拜都有礼物的，每个礼拜我带他去 Toys R Us 随便选一样。哎，爸爸忙嘛，每天早上忙到晚上，晚上回家看他们睡觉，就是只有8天礼拜可以看到的，就是带他们去Toys R Us买一些玩具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赚到钱的时候，赚得很开心。可是当我的赚到钱吃的那些食物不干净的，吃龙虾、鱼翅、鲍鱼，还有马鞍全鸡，好不好？那些人是想要吃的嘛，对不对？不可以吃太多。吃太多就变成这样。其实人生里面开始
身体里面开始出现问题了。很会赚钱，真的很会赚钱，只是赚到钱没有照顾我的身体，一直在拼，到最后发现到那个问题的话，就找唐平啊，找这个啊，找那个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大家都有领会过，当遇到问题的话，都真的去找唐平来试啊，找医生啊，找那个，我跟你讲，我找了无数无数次找不到，就是这个问题。那是问题来了，生意开始失败了，怎么会生意失败呢？因为遇到这些啊，淘宝、阿里巴巴，做生意的人都懂，对不对？现在你开店，你要给租金，要给员工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利润不够的话，怎么办？你是每天倒贴呀，租金是越来越高的，员工要求越来越高的，你给不够他跑啊，这个是事实的啊，很现实嘛，对呀。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遇到这些问题的话，头痛，而且我们生意真的很难做，生意好的时候。那个巴沙马拉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卖的比你便宜啊！我们开店租金也多，真的很不错。包括这个疫情，导致多少生意人失败，有没有？有。所以你看，我都讲了嘛，人一没有钱的时候，肯定很大问题的。所以不可以没有钱，真的没有钱的话，更糟糕。去想要找钱，去哪里找钱？能卖的就卖喽，对啊，能借的就借喽。好歹以前我赚钱的时候呢，我买保险给我的孩子，我是买不到的，因为我是糖尿病嘛。我买我的孩子的保险是希望他们长大过后可以拿这些钱去读大学，这是叫储蓄。当他们十八岁的时候呢，对不起，爸爸没有钱了，没有办法跟那个保险把那个钱拿出来，拿来周转。我三个大女儿都拿来周转，拿来用，不够，真的不够，转不过了，车卖掉。再不够怎么办？可以跟银行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做生意的，有赚钱的，有 account 的，有报账的。我跟银行借了200千，要不要还？要还啊！那时候真的是要还的、啊。你看没有钱那么痛苦啊！到那个时候，一到刚才那个样子的时候，没有力啊，整个人生病啊，当然吃保健品是破产了、啊，看医生也是要破产了、啊，全部的钱交给谁？交给医生啊！人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问题啊。当我交给医生的时候，老实讲很模糊啊，那个时候真的很好打，所以我都讲钱不可以没有，一没有的话也很痛苦，对不对？真的很痛苦啊。所以当然不错啊，第三个还是不错，不可以讲见证的、啊、哇，更是榴莲的糖尿病，有没有可能啊？有没有感觉到我越来越强？隔壁那个是阿翁来的啊，手部在零下10多都脱着衣服拍照。今天刚才讲的那个好不好？那个产品好不好？好。OK。有没有看到我的改变？有。觉得 OK 吗？我 OK 吗？不可以讲见证啊，不可以讲见证啊，觉得好不好？好。好吧，有没有改变？有。我过了明天就62岁了。强吗？弱吗？到处飞耶。十多年在立院里面到处飞，每天都在飞，每一天都在分享，每一天都在讲。为什么我会讲呢？我很感恩这个立院这个平台，帮了无数无数的人哦。没有钱的人变成有钱人哦，没有健康的人有健康哦。刚才你看到民国吗？不是我不要帮他，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推荐那个牙膏要叫我们这样分一块一块一块，我就感觉到我们这里是做这个的，你是做那个的，不要跟我一样。你要卖，你去外面卖。啊，对不起，没够，对不起啊，啊，不是这里。对，这边因为我们有规则嘛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我们来这里吃饭，我请你吃饭嘛，无所谓嘛。你还给我卖牙膏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如果给你卖牙膏，你就不要来我这边了啦，那做不到什么。你不卖才有办法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个想法。其实我们是好意的，我们做这行是好意，希望可以帮到大家，因为我们看到。这11年里面，我们所经过的这个立威，看到清清楚楚，立威在做什么？很感恩，今天是礼拜天哦，礼拜天呢，员工应该是休息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他们多勤啊，站在后面呢，应该陪家人的嘛，对不对？合理点嘛，所以有无条件的，我讲8号，他们就讲8号，完全嗨都没有嗨过，你讲几点就几点了、啊。哎，我们来给立威关注关注。你给我发他吗？你给 Extra Money 所以没有的，我也没有贴，我没有贴50块、100块给他们的，没有的，没有的。我有时他们还请我吃饭呢，所以我很感恩这个立位的平台，真的就有爱心。希望什么？
希望大家有缘分来到这个 地方来改变你的生活，可以希望用所有的见证啊、事业啊 来激发你们，希望你们可以参与进来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一粒粒在教导我，我很模糊的，没读书，什么都不懂，哪里懂得什么享受，哪里懂得什么是什么，没有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就是因为立业这个平台改变了我的人化人生，改变变成有价值，很感恩讲哇，很勤劳的去希望可以改变你们。OK 吗？这样 OK 吗？ OK。 这个这是来激发我的人、这个是我的弟，那个时候我不懂的，他来跟我讲想不想一个月赚200千，你们想不想赚钱？想不想一个月赚200千？我想呢，我肚子饿呢，老板问我要不要，我说老板谁不要赚钱，你不要叫我投资，我没有钱，我讲不用不用，只要你相信我跟着我，我可以肯定让你赚一个月200千，超过200千的用。那你觉得我可以吗？我就看他应该不是老千，看起来也不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答应他相信。当我一相信的时候呢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会。这个就是我第一次改变我的人生，投资了一个在2012年，第四代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会。那个时候我才是一个营业员 ，OK， 听话叫做，你讲什么我做什么。短短的3年，我买轿车，放在外面了。这个我的梦想，我不是来炫耀我驾什么车，就是因为利润可以改变我。3年内破产的嘞，欠银行200千嘞，我只用3年的时间，我买这辆车嘞还清了嘞 ，clear clear clear， 不用给，不是不用给说门的。我买个独立式洋房，看买的600万嘞，在2015年，你看上面写的2015年10月8号登的一个报纸，有可能吗？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外面有没有这个可能？外面事业什么行业都好，你可以用3年的时间来赚这些钱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可能？有，你要有钱哦，钱生钱哦。我是没有钱的嘞，我一毛钱都没有，我还欠账。我用3年的时间，我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独立式洋房，靠海，5层楼，有电梯，8个房间 ，OK 吗？有游泳池，外面还有那个操场。3年内，你们想不想要？如果我做得到，你觉得你们做得到吗？真的没读书的，什么字都不能字的，连我的名叫杨金福都不会写，你看，这是不爱读书的人啊！可能今天可以做到今天这个成就耶，是谁帮我们的 ？Revel， 因为给我一个平台，只要我们听话叫做，是不是跟就好 ？Get， 很简单的嘛，老师讲的很简单的。如果你们真的是想要的话，跟就对了，相信，只有一个相信，参与，我们来教你，我可以肯定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。这几千年我一直在讲，你要一个月赚200千，只要带4个人来就好了，真的，你去找这个4个愿意跟你合作的伙伴，4个而已，就是你先第一个咯，你一进来过后，你相信我，你投资3988 ，OK， 这个户口可以让你赚200千，然后呢，就产品送给你是的。我们不卖产品的，产品好不好？好，不卖，卖产品很辛苦的，卖产品变成 salesman， 我们来做生意，对不对？我们来今天来就是要做生意，是要改变你的生活。当你有钱的话，你要买什么都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你要买什么都可以，你要吃那个大声的那个大杯的咖啡都可以，猫屎咖啡都可以，因为很贵嘛，那些很贵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没有钱的话，你钱就很贵吗？那些都很贵的东西啊。你要吃鲍鱼、龙虾，一次都有，对，不要我这样吃的好像那个样子，这样不要，我不要吃太多，那些不好的。就是说，如果刚才我讲的投资一个3988，找4个想要赚200千的人，你们找得到吗？想清楚一下，找得到吗？归期啊，对不对？从这边排到猪肉啊，你喊要不要赚200千，排队啊你。对不对？只要找到4个可以活啊，跟你合作的伙伴，来复制同样我讲的那个，这样一复制下去，不到1年，你一个就200千，那个事实，真的是事实的。
把你有没有做那个动作，好像我们这样很认真很认真找生意伙伴，好像阿美阿窝阿彼得这样，我找到四个，我三年就这样了。如果你找到四个的话，你也是跟我一样，同样的可以拥有这些，这个是事实的，不是骗你的。很多人到这今天还拿不到你的结果，就是因为你们没有跟，因为你们没有认同，你们做你们自己的方法，啊，有没有？老师讲的开门见山，是不是讲是不是做你们自己的方法？哎呀，我不要学你的方法，我做我的方法。哎呀，不用紧啊，啊，今天来的人都很认真，就是你来，你就是要找到答案。如果你要找到答案的话，听我讲一句话，听话叫做复制，这个行业是复制的。只要你自己本身复制，同样我们讲的，那就可以了。我可以肯定三点，你一个月最少200件，200件多吗？很多嘞，吃不完嘞。你一个月200件，看你怎么吃。你不要拿去赌，你吃给我看。你怎么吃都吃不完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一个月200件吃不完哈、哦，老板吃不完了，叫没掉哈、哦，叫没掉啊。一直烧在那边吃完吃完丢掉，明天那个什么真的吃不完了、啊，吃到你欧巴卡而已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就是来，希望可以改变你们自己。听完叫做不用讲太多的，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跟就对了。相信，买单。明天叫做跟着我的方法叫做高低，就是这样简单。因为我觉得从第一天到今天，我们的领导人所上来的。都是一样的复制同样的做法，乱七八糟想尽的方法，走一个大圈溜回来才能成功都有。保温不要，我们要保温机会，好不好？好。保温机会，每下个礼拜的星期天，同样的，我希望不要用这个房间，我们用大房间。哦，我知道，因为三天很难去招人。如果今天每一个认证的话，下一个 礼拜更加精彩，我会放更加多。OK， 放更加多。有时候讲不可以讲是不可以，我们没有讲过有讲见证吗？我都没有讲见证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就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全部不可以，现在全部都可以。以前不可以的，全部可以。这是我们要的东西。以前没有钱，现在有钱吗？对啊，去我的家看看一下。哦，你不能进我家，你可以去外面看一下。哎，你别在家。OK。去他。OK。So， 也是蛮迟的，已经10点多，本来我们是2点开始的，好、哦，耽误了一点时间。OK， 所以我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我们先来看一下。